电脑 cafe， 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点样嚟安呢一款杯垫嘅，希望咧大家咧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 ，like 我哋教学影片支持我哋。用到嘅材料有线，用到工具有钩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。我哋咧而家开始钩织，还原起钩第一行，先将呢一条线拉翻出嚟，其实拉个钩针上面嘅针，在呢个入针位钩八针短针，去翻起刺位呢度，我哋斜紧线头，做花针引白。第一行咧就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走第二行，先将勾针上面嘅线拉长少少，喺同一个入针位翘线四次。条线拉过钩针上面的所有针，拿另外颜色的线白钩针上面，再钩三针锁针，我哋咧都完成咗转线的动作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翘线四次。翘线一次过拉过钩针上面的所有针，再转另外颜色的线，钩三针锁针，我哋按照相同的方法重复四次钩八个 bubble 针，钩最后一个 bubble 针。在最后一个入针位翘线四次，翘线一次过拉过钩针上面的所有针，转另外颜色的线，钩三针锁针，去回起刺位的这个 bubble 针的顶上面，做花针引白，第二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走第三行，七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喺同一个入针位，钩针短针，去翻呢个三针锁针位呢度，钩三针短针。在第三针短针未完成针的时候，再转线去翻第二个 bubble 针顶上面的呢个位，钩针短针去翻呢个三针锁针位，钩三针短针。在第三针短针的时候咧，就行转线。我哋按照相同的方法咧，总共咧勾四组。将钩针都有起刺位呢度。
就发生明白。第三行勾号，我哋咧而家开走第四行，小十四针锁针。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我哋咧先勾四条黄色嘅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呢度系第二条。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呢度第三条，我哋做咗第四条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转另外颜色嘅线，桥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我哋咧总共咧勾咗四条咧黄色嘅，而家咧我哋再用咧呢个白色嘅线，按照相同嘅方法咧再勾多四条。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就翻针引拔。呢度系第一条。去翻下个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。呢第二条，我哋咧总共咧勾四条。第三条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。用另外颜色的线做花针引拔，我哋按照相同的方法重复四次，总共咧勾32条。起翻起刺位呢度，做花针引拔。第四行咧就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第五行，先有四针锁针，将呢一条黄色线带翻上嚟，将呢四条同颜色嘅锁针条同时咧穿翻起身。在这四条锁针条的中间勾七针短针，将这条线带翻上来，在第七针短针的时候呢就转线，做三针锁针，将呢条白色嘅线带翻上嚟，再将下四条相同颜色嘅线挑翻起身，再喺中间勾七针短针。将呢条白色嘅线带翻上嚟，再喺第七针短针嘅时候咧，就转线，
咗三针锁针，将呢条黄色线戴翻上嚟。呢度咧系第一组单元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重复四次。我哋将呢一条白色嘅线戴翻上嚟，一针锁针，去翻起始位呢度，一针短针，第五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第六行，四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同一个入针位，一针短针，从呢个入针位开始。在下六个针位勾六组带九牙针的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再去翻呢个三针锁针位，转线，我针短针，再去翻呢两针长针嘅中间开始，喺下六个针位勾六组。带九牙针的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呢度咧系第一组单元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重复四次，去翻呢个三针锁针位，转另外颜色嘅线，一针短针，从呢个入针位开始，喺下六个针位勾六组。带九牙针的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去翻起始位呢度，做翻针引白，微电欧好，希望大家去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like 我哋教学影片，支持我哋，多谢大家收睇。